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么这一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通行证拿到的这个案务它究竟怎么样，然后它的使用场合呢究竟在哪些地方。我们开始吧。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冰霜君主，它的技能呢其实主要是一些新的技能，比如说它的二技能是一个群降暴击伤害以及为所有队友群增暴击伤害的一个 buff 的技能，升满了之后是三回合 CD， 我没有足够的书来给它升，所以我只是给它升到了60级满升华以及满天赋。我们来一起试验它的一个作用，在这样的场合下，假如它能够把技能升满，肯定作用会更强一些的。然后它的一个大招是一个升满是四回合 CD 的一个加固和增加防御。加固这个技能呢是之前官方在新版本增加的一个新的 buff 技能，那么这个技能呢能有效的减少队友的一个受到的伤害，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 buff。 我给我的冰霜君主呢他其实是堆了这个躁动，因为我希望他能够尽快的弥补他的一个技能刷新的 CD， 但是这样有一点不好，就是他本身的 buff 会掉一些，所以如果触发了躁动之后呢，不仅能够增加这个 buff 刷新技能刷新的一个 CD， 同时还能够增加输出的回合，而且它的一技能有概率的冰冻，也会有概率的进行一个控制。我觉得冰霜君主是一个比较中庸的一个暗武英雄，它并不能说是一个独挑大梁的一个非常顶级的英雄，它的每个技能呢都有一些作用，但是又不是非常主流的一个技能型的一个英雄，所以它的地位其实有一些尴尬。不过它是由于在通行证最后送的一个暗武，其实我们也不能要求一个几乎是类似于送的一个暗武它能够有多强的一个表现，因为毕竟只要买了普通通行证，比如说我之前买了最低档的一个通行证，到最后我也能获得这个暗武英雄。我们先来试验一下它的一个作用，在一个带狗粮的场合看一下它能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们选一下，先把这个君主放在第一位置，我们看一下它在这个带狗粮在不带吸血的情况下能够打的是否能够足够的顺利。当然如果他的二技能能够满 CD 的话，他只有三个回合会比现在要好上很多，因为我们可以看他的二技能其实是可以进行一个群攻然后把对面全部清掉的，如果是三回合 CD 加上他一个高速的话，是非常有概率的能够快速的带这个狗粮的。那么触发了这个躁动的话会很快的清他的 CD， 这是我比较喜欢看到的一个地方，也是我给他使用躁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虽然速度不是很快，但是在我现在这个没有加任何技能的情况下，他已经能够顺利的带狗粮了。我觉得作为很多新手玩家来说，如果你没有更好的带狗粮的选择，同时如果你没有更好的一个加防御 buff 同时加加固这样的英雄的话，冰霜君主是一个你不错的选择，但是千万不要对他有过多的一个期待。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冰霜君主在公会 boss 里的一个表现，虽然我这套装备其实并不太适合在公会 boss 里，因为躁动会跳掉自己的 buff， 但是因为我没有给他升级技能，所以他技能 CD 比较长，我希望通过躁动来弥补这一个过长的一个技能真空期。这个是我给他的一个天赋，同时呢这个天赋也是为了打公会 boss 准备的，因为点了个战争大师，希望他能打出更多的一个伤害。同时精准方面在对他的一个 buff 以及对他所上的 debuff 都能够有概率增加一回合，我是点了进来，然后我并没有点有概率增加行动条打乱队伍顺序的这个天赋。我们随便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队伍，它的速度没有经过严格的配置，因为本身冰霜君主自己的速度也没有达到普通噩梦的170以上这个标准，所以的话这个只是大概看一下它在这个公会 boss 里的一个表现，以及它的加固和它的一个增加暴击伤害和降低暴击伤害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首先这个加固它能够很好的增加己方队友的一个生存时间，这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同时增加暴击伤害的话也会提高整个队伍的一个伤害量。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二技能呢，由于是本身的这个命中精准比较低，所以没有上。其实我觉得对于工会 boss 来说，我们也需要有意识的降低冰霜君主他的一个精准度，因为毕竟他这个降低暴击伤害对于 boss 来说其实作用不是非常的大，因为 boss 并不是每一回合每一个人都是在打出暴击伤害的，他会占掉一个 debuff 的位置，这样会影响毒的一个最终的伤害。那么最近呢，我其实换掉了武僧，在打一个终极噩梦是用冰霜女妖来打。其实武僧我觉得他的 70% 的一个毒的概率呢，很多情况下会打不中，这也是我比较目前不太喜欢他的一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冰霜君主他自己本身的输出也不是很弱，技能系数还是不错的，他的一个面板其实是和泰瑞比较类似的，但他打出来的伤害虽然一技能只有一下，但其实也不低了。而他其实在工会 boss 里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他的加防御和加护，这个加防御和加护的话对于本身队伍的生存时间的提高，可以说是如果你能够保证这个 buff 一直都存在的话，能够提高两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但是很显然这个队伍里单靠冰霜君主是没法达到无缝的一个 buff 的，我只能说尽可能在他的这个加防御以及在小黄人的一个加保护同时还有加防御的情况下，能尽可能的保证这个CD 能尽可能的缩短。而小黄人在这里边能够获得冰霜君主的一个增加爆伤的一个 buff 之后呢，他的回血量也会有显著的增加，当然前提是他要暴击，我的小黄人并没有堆满他的一个暴击，所以他加的血量其实也并不多。在这再闲聊一下，一个新的 1.14 版本可能会在下周或者是这周末就会更新。那么更新了之后，除了我之前说的一个英雄的改动以外，它还会据说免费送100个格子，也就我们装英雄的格子会多100个了，这一点我觉得是个非常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那么因为每开100个格子花费的钻石实在是太多了，对于很多低氪玩家来说特别的不友好，特别是很多玩家我们都氪的比较少，然后希望保留尽可能多的稀有英雄来应对这个新的合成，这样的话在某些任务完成不了的情况下，我们能很顺利的完成这个我们想要英雄的一个合成。但是格子不够的话，需要不断的花银币或者花钻石去开的话，会对一些低氪或零氪玩家来说消耗特别的大。那么还有另外一点，就是 1.14 版本呢更新了之后，复活流可能就没法使用了，因为官方会进行一个改动，在 boss 50回合之后会给每个人放一个禁止复活的一个 buff， 这样的话我们即使有复活的 buff 也没法进行一个复活了，所以这对很多已经研究了复活流的玩家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因为浪费了很多资源。我们知道复活流起码你要最少需要三个左右的复活英雄，这样的话三个六加上一个天赋也算上去也是几千钻的一个消耗了，但是并没有使用特别长的时间。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官方做的其实不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这也是为了限制尽可能多的一个 bug 在游戏里存在，但是我觉得官方应该提前的将这个 bug 封住。而不是说在削弱不死流之后然后流出这样一个小 bug 复活流给大家，然后当大家去练了之后结果又突然的把这个复活流给削弱。其实官方应该在削弱不死流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有复活流这个东西了，应该同时的削弱，这样会能避免很多玩家浪费资源去做这个复活流。那么 1.14 这个版本更新以后，其实很多英雄都会迎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现状。比如说以前沉寂了很久的这个大蝙蝠，这个马歇德这个英雄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大的加强，特别是对于能够上隐身和完美隐身的英雄来说，还能够获得 7.5% 和 15% 的一个减伤，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后期减伤流肯定也是一个工会 boss 或者是副本里研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吧。
我觉得如果你的英雄有比较齐全的一个减伤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进行一个组合进行叠加。那么这个减伤流其实，大概率我觉得不会被削弱的，即使削弱也不会削弱很多，这样的流派会比较的长久一些。我觉得可以喜欢玩一些特殊套路的小伙伴可以考虑往减伤这个方向走。好了，回到这个冰霜君主这个英雄，我其实个人对他是比较的一个失望，因为我本身觉得暗武英雄不应该有比较差的一个表现吧，但是我给了他算是我的装备里比较好的一套装备了，但是并没有发挥非常好的作用。我之前也录制了一个巨人和龙的视频，但是很不幸，在巨人关卡，他在 BOSS 的关卡里只存活了不到1分钟就被 BOSS 敲死了。当然，前提也是因为他的血量比较少啊，但是这样的表现其实对于整个队伍的帮助，无论是他自己的存活时间都没有很大的一个亮点。我个人觉得在巨人场合里，那么在龙的场合里呢，我也是同样的使用他，但是在第二个小兵关卡回合就死掉了。那么这个一方面是由于我队伍输出不足，但是相对于很多新手玩家来说，其实他们的队伍输出条件会更差一些，所以冰霜君主在里边起到的作用应该不会特别的大。就像我视频开始做的一个带狗粮，我觉得冰霜君主他在带狗粮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同时，在这个普通噩梦里，我们待会也可以看一下他的表现究竟怎么样。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在公会 BOSS 里，要么你就增加自己的输出，要么你就增加自己的一个生存时间。那么这两点都可以有效的、极大的增加你的公会 BOSS 的最终的输出。明显带这一套的阵容之后，确实是比之前别的阵容里他活的时间，整个队伍的活的时间要长上一些了。因为卢穗配上小黄人，再配上他的这个加固，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刚才被敲死就是因为全队没有了加防御这个 buff，所以导致全队承受不住 BOSS 的一个伤害。那么我可以看到这个冰霜君主最终打了 3M 的一个伤害值，这个伤害值其实还算不错，在普通噩梦里作为一个辅助型英雄，但是相比于同样加防御的像钢珠这样的上毒英雄来说会差上一些。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它有效的增长了整个队伍的生存时间，达到8分14秒，这个时间是在我随意堆的这个队伍里，我觉得是比较可观的了。那么首先目前可以确定的是，我个人觉得可以确定是它的一个增加队伍生存时间这一点作用还是存在的，但是它占用了一个位置之后，它并没有有其他的，比如说虚弱这样的一个作用，它并没有一个虚弱的一个作用，所以我这个队伍你看少了一个虚弱，这一点就比较的糟糕了。好了，这就是这一期我的冰霜君主的一个分享。那么如果你有别的看法，或者是对它的使用有别的心得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那么喜欢我视频的话，也别忘了点击订阅、关注、支持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